有两个 LED 大屏幕的正大广场，开发正大集团耗资4.5亿美元精心打造而成，既有休闲娱乐各为一体的商城。车站的左前方有三栋摩天大楼，广场内间的是上海经贸大厦，高420.5米，88层。捷安特旁边有个倒梯形镂空的建筑，是上海环球金融中心，高492米，104层。现在建造的一幢摩天大楼就是上海中心，预计将在2014年竣工完成。完成后，它的高度将超过经贸大厦和上海环球金融中心，成为中国第一高楼。